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正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8面啊，768面倒算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，对背者宿命地力啊。在众生啊，在众生一世乃至百千万世，姓名、受邀、可落定，这是如来菩提上的寿命通啊。都有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，六道众生啊，每一个人，你生生世世，地都一道啊，伊是叫什么名？伊活偌久？啊，都、就是寿命，以及伫多一多身外状况啊，是苦也是乐，无一项唔知影。啊，这个物件，就那像有一个记录同款，这个记录是非常的微妙。大经典上讲，咱无论是做什么业，善业、恶业，乃至起心动念，业识的经济，龙土尊蝶阿赖耶识。也阿赖耶识像一个资料库同款，内面拢总保存嘞，永远袂叫袂记哩。啊，拄着缘的一对现行，一对起作用，经济若无去拄着缘，都袂起作用。就是那亲像咱仓库内面。储存的五谷杂粮的经济啊，都增加真多，也有旧经济，有新经济。那如果呢，咱把这个经济给提出来，该呀，放在土里面，这个土有肥料啊，有水分，有空气，有阳光。哎，伊就慢慢地布芽咯，啊，伊就成长咯。到时阵伊个会结新的果实，这是有条自然的道理啊。佛经常咧讲，反逆如是啊，一切法本来都是安尼生，生生不息啊。啊，幸福了后呢，家己的业消去了，众生的业，伊只要若无幸福，无转世成智呢，迄、那个生生世世物件拢会智呢，伫资料库内底专查会着。啊，所以呢，佛有这款能力，在十方一切诸佛的刹土内面教化众生，对一切众生一清二楚啊！这是佛
教化众生为什么遐尔客气？有个道理，也底细太清楚了。过去生中，伊学什么呢？伊啊，爱好什么呢？佛总是投其所好啊。所以佛对众生无一定的方法。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禅，伊就用禅的方法教你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拢是持戒律的，伊就用持戒方法。总是你多一种善根较深厚，你就真容易接受，你就会真欢喜，所以成就也真紧。总是说因在是教啊，那菩萨嘛有这个能力，比佛差一点嘛。凡夫啊，都无这款能力。阿罗汉以上都有这个能力啊，也无遐大。变化界伊无可能，伊无遐大的这个活动空间。阿罗汉即伫这个大千世界，伊袂当出这范围。那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也未衰啊。用现在天文学家的讲法，是十亿个啊银河系，十亿呢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，也都是啊阿罗汉噶、辟支佛、观高菩萨因活动的这范围，这么大。那如果是整个以下呢？阿那含以下，苏德文、苏德含、阿那含，都、就是《华严经》所讲的十信位的菩萨，七信以下啊，对初信到六信。因啊，活动范围欲界，无出量多。啊，色界甲无色界，阿那含会用哩。啊，初个、二个都袂用哩。三个会用呢，会当到四禅天、四空天是袂当去啊。四空天叫做中寿天，迄地人无相信佛法，所以叫八难啊之一。佛菩萨袂去遐去感应，因遐个人啊定功真深，拢认为家己啊正着办了盘咯。啊，所以伊所享受的是一种清净无为的欢乐。啊，比啊无上定啊，也搁较悬啦，四空定。啊，无上定是四禅天，那嘛是无办法啦。啊，无清净佛菩萨啊，四空定嘛是安尼生。啊，观想比较差一点的阿罗汉，也都是啊阿那含，伊必须爱通过四禅天，才会当出六道轮回，生到释迦如来的净土。四性是净土，就是极乐世界所讲的方便又无土。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又无土是四性法界。
啊，对于这个境界内面的人，伊拢总清楚。超外这个范围，伊就唔知影咯。啊，如来的生命地力是变化界、虚空界啊，拢总知影。啊，咱了解这个情形，过去唔知影。起心动念内面有恶念，甚至有啊不善的言论，有不善的行为，这物件拢嘛是罪业啦。有一寡你家己做，家己也唔知影。啊，咱无读佛经，咱嘛唔知影。知影了后，就哎呀忏悔，爱忏除业障。按怎忏除？又不再做啊！这个真忏除，真正忏悔，又不再做是甚么呢？阿赖耶内面有这个经济，我未过再把这个经济加能量。我现在定在想这代志，佮伊加能量。我未搁再做这代志，伊的能量就减低了，渐渐减低，慢慢来，伊就未起作用。啊，刚好转切心地了，才真正无紧，业障才真正消毒。但是也够湿气，湿气啊，真歹断啊，湿气断尽，就立上一功。就究竟圆满啦，真正洗个真正清气咯。啊，咱今仔日了解这道理，那恶嘅行为无，未恶嘅念头拢未起，咱看到真侪下苦嘅人，是不是讲咱家己同参道友？走的时阵无讲真好，什么原因？都、就是这个无善的经济，过去今生所做的啊，业力非常的强大，业力啊障碍良心，业力一个障碍，完成这主呀，就会来找麻烦了。业力若未障碍，完成这主未来找麻烦。完成这主也拢是有良心的啊，也拢是有善根的。我过去啊，伫新加坡看到，啊，新加坡技术林的老拿长陈公别，啊，陈公别伫新加坡是企业家，虽然。真好真早，但是对于佛法伊唔知影，唔捌听过经。这个大企业家，我相信伊也无时间去读经。到晚年伊发病了，医生互伊带出来调养，唔能去管代志啊，这才放下了。在厝内养病，每天无代志做，所以就找李木兰技师啊。迄个时阵，李木兰技师是技师那个总部。我伫新加坡，我伫迄边讲经，伊也都买。落上大，迄时阵那像无功德，落上大，提起因兜去看，伊每工听经八小时，
无听经的时阵，伊就念佛，听了两年啊。两年呢，看迄个模样，那像伊是啊有滴时机了。伊甲李木元讲，伊要往生咯。李木元要求啊，你这时唔通走，技术哪个临时还未确定，你走了后会真正乱。道场就会乱了啊！伊就答应起来了，好啊！伊就无走，就去经过啊两年，每工一个上款的八小时听经，听经以外啦，都念佛啦。伊树林的林树也定了。伊即那张啊，都让予李木元。啊，王星的前一天叫我家己啊做三规，我该做了，做三规一，第二天伊就走了，我拢无想到啊。伊啊，伫要走进前，我听讲三个月以前，伊啊，伫一张报纸顶面，报纸边啊，写八月初七，写了十几个八月初七，嘛，唔知影讲是啥物意思，无人敢问。伊走迄天，就是八月初七啦。说明三个月以前有滴时机啊，这是相当的功夫啊！三个月以前就知影讲都是刚要走，那一般往生我看都搬拢是七天以前，三天以前，伊讲伊三个月是相当的功夫咯，好咱呐会到。台中李炳那老技师王星今年前都跟大家讲，跟大家讲，跟大家交代，我赶紧跟您各讲一年，我就不会讲了。台中的同修听这句话，走来台北来跟我讲，老师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跟大家讲。老师讲这句话，一年了后，伊就要往生。我错，一年了后，啊，伊就走了。啊，老师一年前就知影。啊，咱看《六祖坛经》，六祖慧能大师的往生，两年前就知影了。派人去因家乡迄个所在修一个塔。将来家己往生的时阵，都留迄个塔了。两年前伫因兜啊去做塔，说明呢，念佛唔是假啊。啊，真正做往生，你甲看。徛咧去的，坐咧去的，无怕病。其他遐飘撇啦，遐自在，拢知影，家己知影什么时阵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未干扰任何一个人，人也免做念，做人太麻烦咯，家己也惦记记就走了。但讲别老呐，定走的时阵有助念。啊，我们培训班的同学，四个人一班，每日不断，
甲伊做迄个念佛啦，这是伊福报啊，嘛是阮对老衲长的报恩啦、啊。有一个正好的道场啊，常常大家也伫遐来修行。啊，咱头前有读过啊，《弥龙经》顶面所讲的，世尊的法文有正法、有上法、有末法。啊，《弥龙经》顶面是佛家己亲身讲的，这是对理想讲，不是对事上讲。但是伊嘛是事实，我讲，你即地，即、这个时阵，有人讲经，有人听经修行，有人修行正果，这就是正法啦。啊，阮伫基士林的这个时阵，就是正法。阮每天讲经，基士林有念佛堂，念佛啦，无中断啦。但讲别的基士，念佛念到有的时机。安详往生，这是正果啊！有讲的，有修的，有正果，这是啊，这是正法啦。啊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修行的，无正果，无正果的人。哇，这句话讲对往生无真正的把握，家己有在做啊，也无把握，这叫想法。啊，如果这地有讲经的，无听经的，无人是真修行，这个无法了。所以正法、上法、末法，每一人无同款啊。一个人生在正法，一个人生在上法，要有人在末法。无共啊，拢做伙啊，这个讲法好啊。有讲经的，大家做伙听经。有人听经心不在焉，人坐伫遐伫咧听经，心内想别项代志，无专心啊，无专注啊。甚至讲，伊也搁有啊不正的这个啊低见，什么法师讲经啊，不是为了我讲的啊，是为别人讲的。有这种低见呢啊，一直都一点无法啦，伊啊自在无法。为什么有讲经无修行呢？讲经啊，专注去听，听了后依教修行，伊在上法。什么时阵有的时机呢？往生的时阵，伊在正法。所以啊，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迄一刹那，迄是正法。这个讲法好啊，
唔能俩阵好讲着正法啦、啊，一千年啊，啊，上法一千年啊，现在是末法，啊，人感觉真失望。《楞严经》这款的讲法，甲咱的失望都弥补起来咯。咱的末法来对这个正法，你看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正法来对有末法。听好讲经，我认真修行，那都不是正法，是末法咯。甚至讲，这经典上有啊，世尊在夏威大城讲经，夏威大城迄个时阵人口啊，十万人，真正是大城。古早时十万人城市是大城咯，三分之一的人。释迦牟尼佛见过面，有熟识，三分之一的人文明啊，知影这个人无见面，要有三分之一的人连释迦牟尼佛名都唔捌听到，根本都唔知影讲这城内底有释迦牟尼佛伫咧弘法，唔知影。这嘛是三个世纪的同时出现咯，甲释迦牟尼佛见过面呢，叫正法；文明无见面呢，上法。根本都唔知道有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呢，啊，这就是灭法咯。四种同时啊出现。啊，咱要净化救助呢，是爱勉励家己啊，哦，家己永远伫咧净化，无人讲经，那现在有功德，有录音带，录音带现在多台拢用功德。啊，咱要为起点师，要网络，拢会当利用这个缘分去听。只要是会当去听到经，家己真正依教修行，这就上法啦。然后受魂技术的记起，我唔捌伊。伊啊，修行久了，我才知影。修十年了后，我才知影有这个人。修行的十年，我拢唔知影。我听伊讲嘅，伊得到一部无量寿经的功德。是真早年的时阵，我伫个台湾经脉图书馆讲的啊，伊收藏有这套的功德。迄个时阵，这部经大概总是一两个月就讲完满咯。迄个时代，我讲经是每暗讲一摆啊。听众有一百多人啊，啊，阮家己有录音啊，录声的设备，主要还是录影。所以啊，分量无大。那就无经讲啊，应该是六十小时的款，六七十小时啊，一个话个，未超过两个月就讲完了。伊甲我讲，伊一天听一个碟，以后转为公碟，一天听一个碟，
这个碟听十遍了，伊是净化时期啊，一天会当听十小时的经，十小时实际上伊只听一小时尔，听十遍。伊听到佛法内底一句话，伊明白了，伊讲悟了。伊问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伊讲我就知影这句话。依教奉行，啊，每天听一小时，这就一门深入了。这一小时听十遍，啊，就当时分修。啊，两个月就无经听完，听完对头搁再听，安尼听十年呀。咱知影。这种修学方法是纯正的方法。这个人会当这么专注，中等人的程度啊，三年到四年，伊就得到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是心定了。啊，咱想会到。伊心内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都无，这叫功夫成片啊！功夫成片，就是最起码念佛三昧。有这个功夫，随时会当往生。伊啊，想什么时阵走动会用呢？阿弥陀佛拢会来接伊啊！这个法门殊胜，法门太微妙了，人人拢做会到啊！因为有病，人病，这个病是伊的正常缘。伊若无这个病，伊有工作啊，伊就无办法听经了。嘛是伫厝内养病。蔓延放下，什么念头都无，听经念佛。你念佛三昧以后，一个继续不断落去啊，一直去做。咱相信，过过三四年已开悟了。你我又开悟不？唔捌听过的经，请伊来讲，讲个头头是道。哦，听众生欢喜心啊，该悟咯。这落地主宰，什么主宰？随时会当走。这丝毫障碍都拢无啊！现在主宰世间无走，你看伊讲，大概是阿弥陀佛叫我伫这个啊世间。大规工的表法啦、啊，做模样给大家看，无错是安尼生啊。啊，我伫这一生当中，学佛六十年了，刚经过这三年。因为一生无道场，拢住别人的道场，故无定数。行善众生，人要求我讲什么经，我就讲什么经。大概嘛，讲了几十部经，亲像啊，当年李老师的话，老师有一摆劝我，伊讲你现在这款方式啊，对家己有利，无问题，袂当利他。我向老师请教啊，要按怎这样利他，一定啊，专注伫这个所在。
哦，这地区的人会当长期文化，这是利他。甲我讲，你看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住一个山顶，十几年拢无落山，二十几年无落山，要三十多年拢无落山，你就定这所在啊。这是对的啊，但是拢都爱有福报，我无这福报啊。成就家己，甲众生结一个法缘，阿弥陀佛啊！我知影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无缘啊。那讲一个所在，我咧想讲定落来，但是也要叫你离开，你家己袂当做主啊！这个实在讲起来，嘛是佛菩萨安排。这内底有特别的缘分，为什么呢？帮助这世间化解灾难，促进社会安定，帮助世界走向和平。这是在这时代，佛弟子必须都爱做的代志，啊，无缘那你先卖做，有这缘都爱做啊。尤其是有真殊胜的缘分，在这种迫切的时段内底，你怎无做呢？咱感恩学习，会当转教，当时分修，你们深入。所以呢，咱对旧年清明节啊，啊《华严经》暂停，来讲这部经，这部经会当救眼前的。这个啊，危机，讲完了后，咱啊，搁讲第二遍，两遍讲完，讲三遍。我会活偌侪年，我就一直讲落去。每年甲大家啊，做一个模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。我只学一部经。把你物件我拢无看了，一切应收拢完下了。我读了这部大经解以外，我只看印光大师文钞，这是李老师教我的，以印作为老师。啊，这是近代专修专弘的旧大德，伊的文抄，当你答句，帮助咱解决问题啊，帮助咱坚定信愿，嘛是保证咱在这一生当中必定生净土，这好代志啊。啊，咱今仔日看到上命地裂，哎，知影起心动念有啊，真大真大影响啊！咱伫宏观有看到周边法界出现无尽啊，
啊，咱这善的念头，咱前无看到，可能他方世界有真侪人伫利益，一个恶念，那像即地无什么代志，他方世界有人作难咯。啊，真中医！你现在听讲，恁有人伫咧学原始点，伊讲的都是甲佛法道理同款。你某一个所在有病痛，但是痛点无伫这所在，痛点伫身躯另外一个部位。啊，咱今仔日起心动念嘛是安尼生啊。啊，这个所在无影响，他方世界有影响啊。因为这个念头啊，是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拢总拢会接收到啊。啊，咱只要专，只要放下，如果闭关无八项的啊，都是放下。放下，见思烦恼，你就成阿罗汉。然后放下妄想分别啊，你成佛，你是发心大事，拢在放下。放下了后，自性的本能、无量的智慧德能，伊就会慢慢现前。所以六种的神通，如来十力无虚极啊，每一个人拢有啊。啊，只是如来果地上一起作用咯。啊，咱现在这十种能力伏在遐，未起作用。伏在遐是甚么？伊有障碍啊，就是讲妄想分别执着个障碍着，唔是无。啊，咱唔知影，佛知影，所以佛讲咯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你嘛是佛，伊嘛是佛，拢是佛啦。跟阿弥陀佛拢同款呢，跟毗卢遮那、跟释迦佛同款的啊。因看个清楚，讲个明白，咱来相信啊！啊，相信家己啊，本来是佛啦。《观经》顶面讲的，是心是佛。为什么？就是你的真心，你的真心就是佛啦。用真心就是佛，用妄心就是凡夫。那有真心未响应啊，真心是清净，真心是平等，真心啊是智慧，真心是禅定，真心是慈悲，真心来对无染污，无分别。希望咱恢复真心，这十种能力、六种神通全都会出现。咱呐，去看地教，教者听按地力，见众生修行下步，生生世世。从何道来，向何道去？以及善恶业缘，一苦一乐，无障碍之地力，这天眼呢、啊？这天眼是圆满的，一点障碍都无。会看到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六道众生。每一个众生，你拢看得到。伊啊，见思烦恼无当，伊就袂当出六道轮回。伊个活动空间就遮大呢。伫六道内底下心受心，啊下步呢，就是下心死咯。过去投胎修行，就是投胎。哇！一句话讲，
生生世世就是咧去六道轮回，伫六道内底下生求生，伊对倒一道来，过去迄道去咯。人多啊，有用得着啊。你讲人多寿命长短，寿命短，不是安尼啊？咱是身体减劫啊。如果你是生在精劫呢，人的寿命上长的，或者经常跟人讲，多少是84000岁啊，这人间的岁月啦。上帝呢，上帝10岁啊，我这款讲法，用咱今仔话来讲，平均的年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伫咱这时代，是人伫咧减劫，寿命100岁。确实咧，伫迄时代内底，咱中国古籍有记载，真侪活到啊100岁，100多岁。好好甲人讲，100年减1岁。这个摩尼佛的时阵，年寿100岁，分别多啊！啊，距离咱现在3038年，3000就减30岁，100岁减30岁，70岁。现代人的寿命，标准的寿命是70岁。也有长的，也有短的。寿命长呢，这得修仙。寿命自然长咯。寿命嘛，不是一定的。啊，一切法拢是不定，佛法嘛不定啊。佛法无定法可说，为什么？你的念头啊，在叮当，动善念加分，动恶念就减分。逐天啊，拢在创这加减成度，但是加减成度的幅度无大，所以你也是受到寿命的约束。如果加减啊，成度的幅度大，就超越咯。善的力量大，善念头大，善的行为大，你寿命自然延长啊。了凡先生，咱大家拢相信，伊家己甲咱啊现身说法，甲咱做证明。孔先生给他算命，那年是15岁，给他算流年，他的寿命只有53岁。啊，算命有准吗？20年当中，无一年未准的，所以心就定了，未够梦想。为什么有梦想无路用？一生改是命半点嘛，不由人。伊啊，迄年甲文国禅师伫车下山，南京车下山禅堂内面坐了3日3夜，无动一念头。啊，文国禅师真正佩服啊！一个凡人3日3夜无动一念头。难得啊！廖志公伊功夫未歹，甲伊请教，伊讲老实话，
我无功夫，我是啊，年轻细汉的时阵，孔先生啊，甲我算个命，二十年咯，迄就说明讲，伊迄年三十五岁，二十年一点啊差错都拢无，拢算定咯。我有什么想法呢？想无路用啊！这位讲出来，分国相思听了哈哈大笑啊！我咧做你是圣人，原来你也是凡夫啊！什么原因呢？你知影啊？你家己命运，你好好乖乖守着你的命运，你看无增无减，伊无恶念嘛，无善念。当你甲迄个命算的完全同款，所以啊，分国禅师啊，就甲命运这道理讲解互伊听。命运对对来，过去生中的善恶的念头、善恶的行为啊，那些都是你现在一生的命运啊。命运写当改，你努力断恶修仙，对加分。无减分的加，逐工加，大仙就是行啊，一辈一辈行起来，行咯。啊，你一个来咧，命运就会变咯。分国禅师教伊啊，可以巩固记，巩固记性质，甲这个、啊地主规差不多。伊是属于因果呀，下面主要内容就是《感应篇》，《大乘感应篇》，用这来断恶修仙，《感应篇》是讲什么不善，爱等每工爱去检查家己啊，是不是有无有，啊就家己啊转去，唔通去做。现在我有去做无？无咧。无得赶紧去做，这个心智的法，哦，第二年参加考试就未准咯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况且是算是第三名，伊考第一名，啊，今年的收入增加咯。甲伊命中算定是增加，真正有效啊！较无一年，效果就看到咯，伊就相信咯。那讲家己断路修仙，太太嘛帮助伊断路修仙，夫妻两个人做进修。命运是会当改啊！命内底无功名，功名用咱今仔话来讲，就是学位。无学位，伊无固定学位，也无证书，伊学位啊，只够秀才。啊，考固定、考证书啊，拢考袂掉啊，无这命。都爱命来对有这用的啊！哎呀，努力啊，断路修仙，求功名，可以考掉了。这命来对无呀？考中孤零，考中进书，命来对无好生，发心啊！佛菩萨求一个好好生，求到了。命内底寿命只有五十三岁，伊无求长寿。但是五十三岁迄年平安过去了，活到七十四岁，延寿二十一年。哎，是这一生修来啊！关键头一个就是你要有信心，你唔相信都无办法咯。啊，廖凡先生为什么改过自新？伊对分国禅师的教诲完全相信，完全接受。
无其他怀疑。摕着工具计，转去就认真做。工具计内容都是革命片。韩国詹姆斯把这物件传授予伊，你就会想到中国自古以来，儒释都是一家啊，都明白咯。阿英都改方法帮助伊，就是讲伊境界并不真悬。但是并无求了解大乘佛法，也无要求了解宇宙的奥秘，啊，所求呢，你话求功名，求富贵，求利禄，拢总拢会满意的愿。所用的方法是正法，不是邪法啦。儒释道拢嘛是正法，哎，成功咯？为什么真侪人未成功？无伊的信心，无伊的毅力，唔肯认真去做啊！廖凡先生实在讲，跟老素魂的条件是啊，同款的啊，就是六字老实。伊若无老实，那会当二十年一点啊改变都拢无。这就是什么？伊就是老实人，听话，听韩国禅师的话，听太上感应篇的话，认真做，命运马上就转了。啊，咱今仔日无求明天的福报，咱该看破咯。这物件无什么意思，同时也未当出六道轮回。咱要用遐侪精神，用遐侪时间啊，去创这个错路。让人今天知影，世俗世间第一显法是叫世界，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无把咱的时间精力拢总用在这顶面？啊，世间所有的卖过去想了，什么拢好，这顿饭有当吃真好。无人吃嘛真好，卖囥在心内，日子会得过就过啊。最重要，是要有一个清净环境，我会当听经，我会当念佛。听经，老师阮是上好的榜样，我来听一部经。为什么听经？因为较有意识啊。听经帮助咱断疑生信啊。听经帮助咱转迷为悟。但咱呢，这个经典就讲得非常清楚，叫做世界跟咱这个世界。你拢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这两个一个对比，哇，选择多一个就决定了。时间非常宝贵，一分一秒都唔通浪费。啊，一年的时间是唔是当转经个？会啊，绝对会。弥勒经常讲啊，
六一日到六七日，哪会讲未转呢？因可法师三日就转咯。但咱唔敢轻视别人啊！啊，拄到一个老实、听话、认真做的人，伊进店的速度非常惊人，真放下了，放不下，心内一个也牵肠挂肚的代志，决定。障碍咱往生，决定障碍咱的信愿，啊，咱家己爱怎样？咱想要伫这一生成就，决定未过再去六道轮回，你就拢总爱放下。伫这世间。我一天会用呢，我两天嘛用呢，一年两年嘛用呢，随便呢，绝对未计较，你是随缘呢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甲咱所实现的，是迄什么境界？随时就会当走啊。对这世间无一丝毫的留恋，什么所在拢会当去啊？无分别，无执着啊！啊，帝王处理的别中啊！会远啊！强用你，请你去大贵港，会用会用呢？也无感觉什么落。暗时带着偏偏装卡，啊！咱今仔讲真垃圾的环境，伊嘛无嫌弃，未嫌弃啊！也未感觉真艰苦啊！这才叫大自在啊。为什么无分别、无执着咯？最有离安啊。这来对诸地的记录，啊！一切众生在六道内底，善恶业缘，这造作啊，伊做因，越苦越乐，都是伊的果报啊。伊做善因，伊啊来世得乐，生三善道；伊做是恶因，伊来生是三恶道。伊爱受苦，诸佛如来、发心菩萨，唔知有偌济人啊，因拢总看个真清楚啊。尾后第十啊，老尽地力，为一切妄惑习气，永断不生。令如实地不朽，有幼稚地力。然后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啊，这两字的意思啊，真深。啊，咱这个地杯，那是讲破损，有老了。跌倒的去拢老去咯，都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每天修这个功德会老去啊，
都是破空呢，烦恼就是破空。你看，你有见识烦恼，有定杀烦恼，有无明烦恼。你有这烦恼，无该脱掉的，你所修这一切功德，拢留起咯。啊，老那是真咯，那是烦恼等真咯。你的功德永远都袂老实啦。啊，无明烦恼，咱家己袂当觉察，太迷失咯。啊，分别的烦恼，执着的烦恼，这是上真初啊，咱会当啊。会当明了，对咱有害，无好处啊。啊，什么物件会当未老呢？相丁不止呀！啊，你怎啊这会当得到相丁？相丁的正宗是清净心，咱这经在顶面清净心。佛者智慧是咱经对上的角，清净是定，平等是大定，自性稳定，角是智慧开了，智慧开了，如来高地上这十种的力量拢总具足。咱自性的全部拢就起来了，啊，这个能力是本有，不是佛菩萨专利，大家人拢有啊。六通三明，每一人具足。有一切妄歇，歇是未歇。未晓拢嘛是希望，唔是真心。为什么自性清净心内底无个呀？啊，一切妄歇，无量无边。素弘誓愿讲，烦恼不尽，誓愿断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甲咱归纳吧，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做三大类。无边烦恼、定杀烦恼、见思烦恼，见呢是你的看法，思是你的想法，你对有有着人生的看法、想法错了，这个见思烦恼，这个烦恼上初、上界明显。第二大类叫做尘沙，尘沙啊比这个较幼，但是多。尘沙是形容伊数目真多，你去分别也无执着。可见这烦恼就轻真多咯，执着就重咯。哪讲未当执着啊？分别拢都要放下，你的心才真正自在。为安怎无代志？古代这两句讲啊真好：天下本无事。
用人自了之啊！你未分别就无代志咯，真正无代志，这毋是假，确实是真的。啊，你有分别有执着，你家己找来代志啊。啊，起心动念是有代志，但是迄非常非常的微细。啊，破起心动念，也是发心菩萨代志啊。那你也未到到迄个程度啊，那现在爱做的就是见思烦恼。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看法想法都把究竟给来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有各有正宗的妙法啦、啊。啊，净土这方法太妙了，让你什么让你、啊、看法吃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让你想法也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用这句名号，用这部经，把你所有无正确的看法、想法，全部拢给转起来。所以啊，咱千万啦，唔通看唔起庄卡只阿公阿嬷，伊每工一挂念珠，吹来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工二四小时无中断，厉害啊！伊无梦想，念上两年三年，伊真正往生。你看安怎走？有滴时机啊，徛咧去，坐咧去的。你问伊啊，经教伊都唔捌，伊唔捌听过经啊。伊凭什么走去呢？凭伊的神功，福德因缘啊。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消善根，福德因缘啊，得先比过。善根是什么呢？老实啊，福德啊是什么呢？听话，因缘就是认真做。啊，你若问伊什么叫善根福德因缘，伊唔知，伊只知影念阿弥陀佛。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善根福德因缘拢总具足，而且拢总圆满，伊毋捌离啊！啊，佛法内面这仪规规矩拢毋知，伊只知影一句名号，而且什么愈念愈欢喜，愈念心愈清净。愈念心愈踏实啊！现在人心浮动未踏实，怀疑啊、犹豫啊，尤其的现在啊，灾难频繁，也过啊恐惧，所以表现的外面是心浮气躁啊。浮动，心浮气躁，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佛法障碍了，世间显法嘛障碍。老师教学生，都是用学生会当教。以前李老师甲阮讲诶，即上课课堂内底讲，当接受一分呢，就加伊一分；当接受两分啊，就加伊两分；当接受十分呢，就加伊十分。有能力接受十分，你只加伊九分，你对不起这学生。
伊个能力只会当接受一分，你该两分是都有诶。为什么？另外一分伊袂当吸收啦。老师敢看会出来呢？有工会老师是看会出来，你都会看，就看伊个心境。运作讲啊真好，有几分的心境心，就是讲啊真心恭敬，伊就会得到几分的利益啊。伊若无真心恭敬，个伊啊看做是蒙定心。伊会有成就无？会有偌济？唔免去甲计较，伊是来旁听的啊。真正有成敬心，老师的真正一个照顾，无照顾啊，都对不起这个人咯。老师欢喜啊，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希望伊会发。有成团，一代一代传落去啊，这有意义啊，啊有价值啦，啊，这先无白来咯。那是无人成团转去咯，你讲这有什么意思呢？作为古来大德，人讲这一生都未着团人，这是可遇不可求。啊，都未着变怎下注啊？个家己的物件留落来，希望后人将来会看到，成团伊啊，做师叔弟子，只有这办法。啊，咱伫这个时代嘛，非常鼓励大家做个人的师叔弟子，比如伫最近，咱伫钢筋内面有公告，军师弟要。现在引出来咯，军书第二里面的内容，那是五种的国节，那是五种，咱都会劝鼓励大家年轻学生，一个人学一种，拢总学难，太大太庞杂，学一种。以这一种来对，拢是一部典籍来对，这个精华滴落出来，所以也分量无多。哎呦，耐心嘛！你说学一部书，譬如我学易经，这来对接落易经的物件，也是真简单。你对这个入门啊，入门了后，你就有兴趣了。你就让研究专播这易经，一生当中就做这门。十年了后，你就是易学专家、易学大师，成就咯。啊，学书经呢，专门去研究书经，一门深入，当时焚烧。中国啊，若有这个65个这款的人，一流的人才出来，这个国家大地啊，汉学就真正复兴起来了。啊，军书弟也是一个引导啊，互你对这物件来对产生兴趣，产生热爱，啊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二三十岁这种少年人，你有时间有精力，你会当啊去个投资啊。
啊，这个、成就是真实的成就啊，是伟大的成就，是传承中国古圣先贤的道学。啊，一个人想要学真多种，都靠不住。学上五种以上，你学的拢是知识。为什么你无够深入？一定爱专，就是一门。一门深入，等时分修，安尼就对了。啊，我以前有一个天主教的朋友，啊，洪生啊。伊初中毕业，以前研究一项物件，宋史，就是宋朝历史。一生就是做一门，伊变作宋史的专家。讲宋朝历史，大概伫这时代，伊是第一啦。宋朝的典章、文物最多。伊来讲卢梭家丁啦，伊是天主教徒，所以门啊，你都会有成就。你会有非常出色的成就，你功夫用较深，大学内底专门学历史的比袂着你啊！啊，咱一生的精力啊，用在这点顶面容易啊。分散就困难咯，而经教也是安尼，经教看伤多，也一定都要融会贯通啊。啊，真正啊，融会贯通，最后也阁是归一啦。咱看古来祖师大德。到最后晚年，拢归到净土，拢是念往生的。宗门的大德，道海大德，有什么大德？有密的大德？有概论的大德？最后拢归净土。为什么？圆融贯通了。往昔也去拾起，当拾起比较困难，但是拾起袂当无当啊，无当拾起真容易受着外面的刺激，无必要三心咯，分别执着个起来咯，所以最好住在清净环境内底，眼不见。你不闻，是去佛祖咯？用这句阿弥陀佛，佮是去佛祖，永断不生啊！佮真佛祖咯，最爱怎样？真佛祖咯，你无断啊！小小的境界风无关系，你学会调；大风大浪的时阵，你学袂调咯。这习气搁去现形，搁去作用咯。这是啊，非常可怕的代志啊！
啊，咱一般人念风声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梦想是一时佛祖，你才往生。佛然不是叫你永断不生，那就是断烦恼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所以人人会当去的成，那就是也不免断，佛祖就好了。你有能力控制伊，未去现行啊，啊，就是未去作用啊。贪嗔痴拢会当服得掉，无当伊就会往生啊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慢慢啊，就会永远断去咯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无贪嗔痴的缘呢？啊，比如讲我贪财。到极乐世界贪财未？啊，金银财宝拢嘛是建筑材料，太多太多了，遍地拢嘛是。谁人要伫这物件？这地摕着黄金非常宝贵，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咧铺马路的啊！啊，咱这地道路。是用干嘛加铺的？叫做世界是用黄金铺的，大地琉璃地啊！琉璃是什么呢？咱讲啊，翡翠上好的啊，玉绿色的玉，透明的啊。所以讲叫做世界地，大地是翡翠啊。咱现在翡翠是宝。比白玉也更加珍贵。亚地西方叫做世界，迄拢是土啊，啥物事？啊，咱即地界看作宝贵，因为伊是稀有啊，伊太少，啊，真宝贵啊。叫做世界太多，遍地拢是，你一点啊都未稀罕。所以啊，贪心生未起来啊。叫做世界，大家人都有累，大家人谦虚，何办生未起来？啊，每一个人拢嘛是流河之滴。勤奋生未起来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的习气，到极乐世界拢总生未起来。伊毋是这环境啊，咱若无去到极乐世界，哎呀，断烦恼，还断习气，哪有遐容易？路边这点，咱无去未用的啊。未当无去啊，啊，这个话真正做到，只有到极乐世界，有一切妄想习气永断不生。啊，无去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界是绝对做未到的啊！啊，令如是地不朽何有啊？不是好友，就是未过再投胎啊！未过去六道轮回啊！如果讲未过再去六道轮回，阿罗汉都办得到了。未过去十法界。啊，无用妄心，即做会到。啊，就是讲，转阿赖耶为台湾境地，就做到了，未搁再去十法界来。啊，六道是内环。
若得以来还乎？事情发界也是外还，若得以外伊也阁是还乎？为什么伊也阁是咧用阿赖耶？不过是用较正，咱若若得来对用歪咯，用偏咯。所以就是变成念污，严重的念污。四性法界拢嘛是恶佛的，也因完全是要用佛法来做标准，修正家己的思想行为，可以呢心地清净。这是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但是无转世成地，所以也阁是凡夫。那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虽然把色性树敌了，伊啊，就是圣灵咯，真正圣灵呐。啊，以往成教，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这是真正成就咯。伊到已经发界咯。已经发界里面三种烦恼拢无去咯，有明断咯，连三见思、连习气拢断咯。以后一点就是无始无明习气，这习气作用无大。无什么大障碍，所以伫极乐世界，伫十宝庄严土，也伫迄边爱大上三个阿僧祇劫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三个阿僧祇劫了后呢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完全拢无了。要用时间把习气拢淘汰，习气真长咯，就正教妙觉如来回归上就讲咯，真正的大圆满。这个不修何有呢？包括啊一真啊法界。伊今日过会来未？会来啊！佛菩萨无这未慈悲的，众生有感伊都有应啊！无论伫什么所在，用花心，那你一定爱知影，伊啊绝对啊无起心动念，就像下摩尼佛当年伫世间。个人啊，刚经说法49年，伊敢有起心动念过？无啊！如果起心动念，伊就是退转了。回归到上一讲，绝对无起心动念，无起心动念，哪会现身呢？这是自然的啊。好，举个比如。比如咱弄果，但弄果的人是有心在弄，伊就有声音放出来咯。伊并不想讲一个，伊甲我弄啊，我都爱回应啊，啊无啊，自然的啊。正着上一讲净土的，即个诸佛如来叫做妙觉如来啊，就是安尼生。那西方世界。无论是十法界，也是六道众生，有求伊啊，求佛菩萨帮助阮，伊都有应。众生的念头，这动念头，那边啊都收到了，伊都感应啊。啊，咱知影，有人求感应啊，真正。明显有人求是无感应，
这是安怎呢？伊拢都拢用咯，有感应啊，是接受的人，伊无障碍，这就是感应现前咯。啊，咱家己本身有障碍，虽然接受，伊啊是来咯，咱看未到，咱无感觉到，家己的业障太重咯，业障重条的啊。所以呢，业障就爱消，免啦消咧。消业障最好的方法也是念阿弥陀佛，这是妙诀咯。按怎来忏度业障，都不如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会把业障清个清清气气，按怎忏一个老淡啊对的啊，拢冲袂清气啊。这爱对正宗真正爱相信啊，一点啊怀疑都无。所以真正念佛的人，念上这半年、一年，也感应都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法门啊，千真万确，是地难行易啊！真正去做是效果真不得了啊！咱来记哩啊！因可法师三更就把阿弥陀佛念来啊，过三更就往生了。真心真正无疑惑，认真去做啊，一定爱知影这道理啊。祝鸿观定法师甲咱讲，伊是乾隆啊时代人，甲平济清居士同时代，这个法师啊了不起啊，同宗同教，天地运用啊，著作非常的丰富。日本万俗宗里面修的物件修了20多种，大概伊的著作是50-60种。我看起无录，伊啊读的《楞严经》《楞严心咒》伊家己注解，这所有注《楞严经》的人拢无注解《心咒》的啊，伊连《心咒》都注解。伊甲人讲，众生度的灾难，所谓佛法、大小乘佛法、密宗的心咒，拢失效。你的罪业太重，拢无办法，拢失效。最后啊，要有一门会当救你，都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我也不得了啊！这个啊，阿弥陀佛的威力啊，超过啊所有的这个警告，超过所有的忏法。啊，三世系列嘛是忏法啦，最了发挥嘛是忏法。啊，代币忏，这个啊。这个花言禅拢不拢嘛是禅法啦，不如这句好啊。啊，无人相信啊，所以拄着灾难也是拜禅，用偌大困难啊，效果啊都无讲真好啊。伊那是啊，知影这个秘密的，相信这个道理，拄着灾难啊，一心念佛，啊，就真正好咯。啊，咱以前看这山西的小院，哎，直直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咱看了老寿的报告，啊，就是安尼先啊。
伊个红斑狼疮比癌症还阁严重。啊，当时医生甲伊讲啊，伊讲你心理上爱有一个准备，你随时会死亡。啊，毋是两个月、三个月。啊，毋过老素分真难得啦，伊啊，无甲生死藏咧心内。伊啊，只甲佛号放在心内。每天听经十小时，念佛可能也差不多是有十小时了。伊真正在做啊！啊，几个月时间，伊变就好了。过去检查咧，无咯，身躯啊，连一个裂都拢无咯。医生感觉真奇怪，这种病好的时阵一定有一个裂，有裂，伊为什么这裂都无？那就说明咯，自性清净心内底无裂。你把清净心拢念出来咯。把平等心也念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功夫就是相当深的功夫咯。那不是啊，随心不乱，也是功夫成片的上上品。伊才会真正得到生死自在啊！伫这境界内底，伊看万法一如啊，无欢喜的，也无讨厌，真正会随缘啊，真放下咯。这是修净土。当代最好的榜样啊！啊，为这个方法，无这未成就，都、就是有毅力、有恒心，未改变。这个方法，我就收一世人咯。我这世人就是做这款代志啊。实现给大家看，真正知影讲，家己不受好友啊。主要知影，往生极乐世界都是不受好友。啊，就是讲啦，生到边地异城，都不会受好友啊。为什么？未够再来六道啊，未够受法界来。啊，这个法门。给其多数大德用赞叹是世尊一代啊西教第一法门啊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咱搁看下面，佛一家乃数无为。有文事无所谓，这拢是名词，讲这意思。化他之心不却，名啊无为，无恐惧啊。金所至者是佛之事无为啊。如来果地上的啊，四种无为。虽然头前咱有误解，咱啊不妨过来加学啊一遍啦。三种法术里面，
咱甲这段截出来了。这个文是大地图论来对，这是下面的四种，第一个是一切地，第二个是老金，第三个是在讲众多，第四个是讲真苦多，第四种拢无所谓。为什么无谓？已经清楚，真明白了。嗯，啊，这四个课题拢非常的困难，非常的深，不清楚啊，一般人是讲不出来。你甲看，有佛十力之地雷枪，头前讲的十种地力，无这十种地力是未用的。明了决定啊，这是智慧啊！安尼回向起来，对原地智慧真明了啊！古有大众中，凡有所说，皆无恐惧之相，故名无所谓。如果对这个代志知影个无真清楚，你伫大庭广众咧讲，惊人会问讲。这个问啦，就给你问到了，那就有恐惧了。啊，这种情形有在香港，也去足多。啊，我伫1977年头一摆来香港啊，来讲经。嘛是我离开台湾，伫台湾以外地区头一摆讲经，讲楞严经，而且时间是4个月。迄个时阵，因甲我办签证，请我来香港来讲经，香港移民局批准的4个月，待满4个月。楞严经未讲完，讲一半，啊，大家拢听个真正欢喜。我来这地来，住伫个向怀法师的图书馆。到第一天暗时，食暗饭，斗阵咧啉茶，你跟我讲，来净空法师啊。在香港的讲经啊，是无甲来容易呢。你心内有一个准备啊？哦，我讲啊，这边的情形也是安怎呢？香港人啊，无咧听经，无像听经的风气。伊来听经两天，头一天开经伊来听，最后一天圆满伊来听，中啊伊未来啊。啊！伊讲你都爱知影，啊！你迄个时阵啊，才拄拄啊出来，你也无出名，也毋是讲什么了不起的大法师，啊！可能定定讲经，无人来听。哦、我讲是安尼哦，我讲啊，不要紧，无人听啊，有桌啊椅啊摆伫遐，啊，因听嘛会用你啊。啊！我一个回答哦，听我法师讲啊，啊，你有这本事诶，无错，没人听，都阿姨啊，也拢会当听。我一个相关的讲啊，伊讲啊，那是阿弥陀的应力咯。啊，无想到讲到第二天开讲的时阵，真正人拢坐满满，这以后逐天拢满座啊。听我法师讲啊，你的发言真不啥袂歹。太难得了，从来都没看到呀！啊，出名老和尚来这边讲经拢未用，
啊，当中听经的人真少，无像我这个逐工啊，那像拢坐满。啊，这是发言书信啊！啊，而且还有这麻烦的代志，专门有人啊，这发书的麻烦。你听经，听完了后提出问题来问啊，也要给他发书。原告可以未当回答，何里啊？真正歹势啊，落台。有一批这款人，你跟我讲，你要小心嘛。那偌济法师来这地来，互伊问到了后，真歹势啊！伊啊，就是无所谓啊，叫我要小心嘛。啊，这人有来无？有来啊！无提问题啊！伊甲我讲啊，是多几个，常常咧找麻烦咧。啊，这个人唔那无找麻烦，还佫大家联合起来，请我食一顿饭啊！啊，所以咧，林岩经，伊哪要问咧？在这范围当中，我是唔惊。因为我有啊《楞严经》，伫台中阁复讲过一遍。啊，李老师每礼拜三讲，哇，礼拜四复讲。所以老师伫这台中讲一部《楞严经》，讲个圆满，我嘛讲一部圆满的《楞严经》。啊，经过阮同学的印证啊。阮这个经学班的嘛，我伫台中求学啊十年，这个朋友，这个同参道友，十年到阵，每礼拜一下暗时啊，三小时，啊，阮复讲，这人复讲，六个人来听，听完了后研究讨论。我那用过这款的功夫的啊，所以啊，疑难的问题，我那捌经过辩论过，也有这点啊的基础啊。呀，我到香港来的进程呢，伫台湾讲《楞严经》，大概讲过四遍，所以啊，这个经真熟，啊，嘛是唔敢疏忽啊。你是读经看注解，暗时讲经两小时啊，那两小时实际上是一小时，有广东话翻译啊，翻译都用去一小时咯。啊，伫香港啊，两个月，那后面两个月啊，伫啊香港。九龙两个月，介很贵，听好书下。后面两个月伫光明岗等，好嘛的。南东都光明岗等，小亚老和尚的道场，所以后面两个月伫那边讲的。听众拢嘛是这老听众，后面两个月啊，大家要求讲卖翻译咯，拢啊听有啊。我讲的较慢啦，较容易听。所以后面两个月就无用翻译咯。我讲话伊嘛听有，伊讲话我嘛听有，啊，阮就会当交流咯。四个月刚验啦，时间到我就离开咯，拄好是讲一半。楞严十观讲了五观啦。啊，这是公告，无所谓，无充分的准备，要提防别人来找麻烦啊，故意来有困难的。
啊，这是哦，钢筋的法师技师未当讲唔知影的，这个代志过去伫台中，你老师拢有甲阮交代。啊，阮未用什么态度，爱谦虚，爱恭敬，低之为低之，不低为不低，啊，向别人请教，还有礼貌，唔通讲过我慢，安尼就对了。人唔是圣人，咱都无开悟。当然有未当回答的物件，虚心请教就好了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。